大家好，我是面我又来了。今天跟大家做个东北名菜锅包肉哈，外酥里嫩，酸甜可口啊。开盖，准备一块里脊肉，里脊肉不够，瘦肉来凑，都是一样的哈。切起番菜，这个东北的锅包肉跟我们的这个糖醋里脊哈，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哈。今天你们来着了哈，学一锅菜当两锅菜。先把猪肉切成大片子，尽量大片一点啊，这才包得住啊。再拍打哈，松散下，出根根哈。这就像秋天的黄瓜哈，欠拍。哎，这个好解压啊。再把猪肉腌制一下，盐巴、料酒，用左手搅拌均匀，让它上劲啊。再放入土豆淀粉，继续揉搓揉捏，不够又加粉，干了加水哈，揉到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。再加少量酥油，防止粘连哈。腌制10分钟。这下切点腐料哈，姜丝、葱丝、萝卜丝哈，全部都切丝丝。起汁，切的时候不要着急哈，慢慢切，又没得人请你吃饭。再切点蒜片，再调一个糖醋汁，白糖、白醋，生抽一点点哈，上个色，番茄沙司回来一点哈，少量，烤匀备用。阿公点火，要得开干。锅烧宽油，撸起油温，一直下到肉片儿，要把肉牵开，避免裹在一起啊。头一面沾着两面金黄就先捞出来哈，等下再复蘸。油温回升至700热再复蘸哈，大概要蘸一分钟啊，就能达到外酥里嫩的感觉哈。炸肉片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全程大火哈，把它撑熟。烧油，葱姜蒜爆香，放了糖醋汁，放了胡萝卜，加了肉片儿。再放少量毛毛盐，要得了起锅，再点缀两根香菜，这样一份外酥里嫩、酸甜可口的东北名菜锅包肉送给大家。就这个锅包肉，我厚积点皮，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， 贝瑞马奇，来哟，亲哥，要得开干。耶，你把飞机整动了。哎，这种啊，整了好多虫，还有点儿，有点硬。来嘛，尝下嘛。我整什么？其实搞点那个脆蛋粉，估计还要脆的哈。稳啊，稳啊，哇，稳啊！我炒了个青菜。哎呦，我糖醋的，酸酸甜的。我加点汤汁。哎，我15年的不管事啊，这鸭子又不是，这鸭子不争气的。那你炒的我青菜嘛，我用青菜炒完的。嗯，吃就是个脆香脆香的感觉，可惜阿公牙齿不好啊。那我那红萝卜丝似的，这个不费鸭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有种熬得动，我拿下酒的那种。嗯，啊，下酒是得去。嗯，嗯，看我吃嘛，吞口水。真不得，长这么吞口水。中间吃东西，我总有配菜的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互动就请关注我们。我是大美，我是阿虎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